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江山，在话剧《德龄与慈禧》中饰演慈禧。2021年，这部话剧将再度起航，期待与大家在剧场相见。大家好，我是郑云龙。时隔一年，话剧《德龄与慈禧》将重回舞台，光绪与你相约剧场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郎玲。2021年由我主演的话剧《德龄与慈禧》将在各个城市上演，德龄和大家剧场见。